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同学们，大家好。我们现继续还是在十回向这一品的内容。那我们现在已经阅读到第九个回向哦。那第九个回向吼，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个回向，因为第九个回向称呼为无浮无着解脱心回向。那所以顾名思义，这一个回向，第九个这个回向，主要是在描述普贤菩萨。好，那各位对于普贤菩萨的了解或认识有多少呢？好，普贤菩萨在《华严经》里面，有两大菩萨，也就是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好，那如果在我们是依据那个最后面的那一品是入法界品里面就有一句话说，文殊菩萨是代表般若门，那普贤菩萨是代表的是法界门哦。那文殊菩萨代表的是诸佛之师，所以他称为般若母，也就是诸佛智慧之所出，不离开文殊菩萨，所以它代表的是智慧门。那普贤菩萨是表示法界门。从文殊菩萨的般若智来证这个那个普贤菩萨的法界，也就是说以般若智证入法界。因此，在这部经里面，普贤菩萨跟文殊菩萨是很重要的两位菩萨。那特别是一般我们都知道普贤菩萨，我们也都认识、都听过、也了解。那还有相关的图像，可以让我们去认识哈。但是在这个祖师们，华严宗的祖师们对于普贤菩萨的描述呢，就很详细哦。因为我们知道，在大乘的两个比较代表性的宗派，像天台宗跟华严宗，那天台宗是以《法华经》开宗，好，依《法华经》。那华严宗是以华严经，好，那他们都有祖师来开宗立派的。天台宗是以智者大师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位祖师。那华严宗，是法藏大师，那当然也离不开有第二祖的智严法师，好，有所谓的五祖的这个传承在华严宗里面，这样子。那普贤菩萨在《法华经》也常常提到哦，《法华经》里面有一个普贤菩萨劝发品，那《华严经》里面也有一品是普贤菩萨行品，乃至于到了后面的离世间品，主要都是在讲普贤行哦，普贤的2000个行，非常的重要，在这个地方，那针对普贤菩萨，我们知道在有一句话解释法藏，在一句话解释说普贤的身，他的身相，因为普贤菩萨等同于佛，他的位，他所证得的果位。以及他的行等同于佛果，等同于佛。那所以他，
是很，因为法身的毗卢遮那佛是没有说法，主要是透过，因为那个华严宗说果位不可说，果位是放在毗卢遮那佛这个果位上，那行呢就是指因位，那所以因位可说，果位不可说。好啊，因为就是由普贤菩萨来代表的。那因为这样子，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国位不可说，离言说。那透过普贤菩萨把它呈现出来，我们现在透过这个描述文字啊，或者是语言，或者是经文的内容，来让我们认识这个宗派这个一圣的法。好，那我们就知道说，普贤菩萨在《法华经》里面，以及在《华严经》里面，也算是很重要的一位菩萨，乃至于说，《法华经》里面有这样说，成就这个《法华经》的一个修行所证的最后功德圆满结果之际呢。普贤菩萨乘六牙大白象来抚摸行者的头，有这样子的一个描述。那我们现在就是说，从天台也很强调重视普贤菩萨，也有这样子的经那个一品以及经文的描述哦。那在这一品，我们现在读的就是十回向这一品的第9个回向，叫做无浮，细浮的浮哦，无着，就是没有那个执着的着，无浮无着，而且解脱心回向，它在这个回向里面。所以在第9个回向里面，主要就是在把普贤菩萨的一个非很仔细的详细的来介绍。好，我们在讲这一品之前，我们先来看二祖智严，二祖智严在《口目章》里面，他怎么描述普贤菩萨呢？智严大师他认为普贤有两种，一圣普贤跟三圣普贤我们来看他的著作里面，他怎么描述呢？这边首先开头就说普贤者分二，有二哦，三圣普贤跟一圣普贤，这两种普贤哦。那首先要先解释什么是三圣的普贤呢？三圣普贤可以分人，从人来解释，或者从解知解上面，我就说对于普贤菩萨的认识了解，还有再来普贤菩萨的行，先说三圣普贤哦，这一段就蛮经典的二祖智严大师对普贤菩萨的一个解释哦。所谓的三圣普贤，指人的话，就是指《法华经》。《法华经》不是有这一品里面，就是那个普贤菩萨称六牙白象大象，到行者前，就是为行者摸头，就他已经这样子的一个很难得所成就这个修行的这个部分。所以三圣普贤从人来看的话，从人解释的话，就是指。那个普贤菩萨乘大白象，为行者摸头。那第二个是解，解是指说《法华经》里面的会三皈依，也就是说，会三圣归入一圣，这个是解，解的部分从解。那三圣普贤的行是也是指《法华经》哦，说就是指这个普贤菩萨行品，也就是普贤品。就是普贤行的意思，行这个普贤行，就是从三圣里面来认识普贤菩萨。那在三圣里面呢，从二祖智远，他就是举《法华经》来说，这个是属于三圣的普贤哦。那一圣的普贤也有三个解释哦，它是放在《华严经》里面的。的一圣普贤就是指。
最后的那个入法界品嘛，就是善财童子，他前面的善知识参访完之后，他还再去参访那个普贤菩萨，也就是后53参后面3个菩萨，最后一位菩萨就是普贤菩萨。那倒数第二位菩萨是参访那个文殊菩萨，好，然后再倒数第三位菩萨是弥勒菩萨。好，这个是入法界品里面53参的善友里面最后面三位，就是代表的那个善财童子参访的是弥勒菩萨，再来就是那个文殊菩萨，好啊，再来最后一位就是普贤菩萨。所以说这边说一圣的普贤有三，第一个他说指人，就是指那个地，那个指的是参访那个普贤菩萨的这个。那第二个解，一圣的解的普贤菩萨，就是指普贤行品，普贤菩萨行品的这一品，好，就是指的是解的这个部分。因为这个解是指说，因为华严经的34品有分信、解、行、证这个四个部分嘛，好啊，解是在普贤的这边的解是指，他这边是在说是指普贤品的60个行门，好，60行门是这个地方都是用普来，因此呢，这个解的普贤菩萨是指见次，好，从次第见次进入到甚深，我说在这边有很多个深哦，见次深深深深，这边有几个？有3、4、5、6、9，就10个深哦，好，以及因陀罗网维系是。好，就是用因陀罗网来形容普贤菩萨。那我们等一下回到课本也会提到普贤菩萨的因位跟果位，它的因跟果里面有提到有10种的维系智。好，第三个介绍一圣的普贤行的行，就是指离世间品的10种普贤心，还有10种的普贤愿行法，好，就是后面的离世间品，就是完全是以普贤菩萨的那个普贤行为主，好，提到这个10种普贤愿行法，很详细的，好，就是普惠菩萨问，还有问200个问题，那普贤菩萨用2000个。答案回答，所以成为2000行。每一个问题都有，2000是200，每一个问题都有10个答案，10个回答。所以200个问题乘以十，那就2000个法门。好，在离世间品里面就这样子描述。好，这个是我们在认识普贤菩萨的这个解释，有3圣跟1圣哦。那所以，如果要知道说想要详细的认识普贤菩萨这位菩萨呢，有兴趣的，好，我觉得这个普贤菩萨是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对他做很仔细的去认识这位菩萨。好，他在华严经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位菩萨。那当然，文殊菩萨也很重要，只是说他是代表的是般若智这个地方。那普贤菩萨跟文殊菩萨在华严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哈，只是说，在行的这个愿行的部分是比较强调以普贤为代表，那在般若里面是以文殊，所以他们两位菩萨同时都是很重要的，好，是这样子。那这个我们先回到我们课本里面提到这个普贤哦，好，我们第9个回向哈。就是在很仔细，都是在解释这个，都在告诉我们，普贤菩萨的一个详细的一个从很完整的地方，让我们来认识啊。因为第9个回向都是在说的是普贤的愿行、位、果、智，还有他的智慧。智慧呢，还有他的体性有哪些？他的体有哪？他的行又有什么？好，还有从因跟果，所以从
这些方面里面，可以各方面里面可以让我们了解普贤菩萨的一个完整的，你可以从因来了解，从果，好，还有普贤的因跟普贤的果，和他的行和他的智，因果行跟智还有德，好，我觉得从这几个方面就可以很完整的让我们来了解，普贤菩萨这一位菩萨，因为在法藏大师其实也告诉我们说，要了解普贤的这个详细呢，他的行的部分，还有他的德，还有他的位，要了解的话，要从这一个回向里面来了解。嘿，第八个，好、哦，尤其是不，说错，第九个，好、哦，第八个是如相回向，第九个才是哈、哦，好。第九个回向真的可以让我们很清楚地认识普贤菩萨哦。好，那再来就是，在这个回向里面，为什么会说主要是要凸显普贤菩萨的，还有普贤菩萨的三业，好、哦，他三业的殊胜、广大、甚深，好、哦，从这个回向的名称就可以让我们了解哦。先说。就说这个第九个这个回向为什么会叫？它这其有几个一二三四个重点，没有系缚，而且没有执着、解脱跟心，有这四个重点，有这四个很重要的重点，好，来说明这个回向的一个名，它的名称意义哦。好，说为什么会说无浮无浊呢？没有，就是没有系缚，也不执着。没有系缚是指说，哈，离凡夫了，这边已经是属于一圣者，哦，已经是远离了凡夫了，不会被生死所系缚，而且呢，离六世的种种外境，哦，不会受到六世外境所限的系缚，哦，还有呢，离现行缚。好，后面是再一句说无种子浊，没有种子的这方面的无种子浊，还有不取有，不取有也不执空，而且不受惑障的系缚，好，没有受到惑障的捆绑，所以他没有智慧上面，好，就是无智，这个智这个障，障就是指这个智慧能够断除这样子的惑障，而且没有粗的。没有出众的一个烦恼习气，好，这从这个里面来说，这个，就是先解释这个回向的名称，哦，没有系缚，没有执着，然后再来说解脱，好，能解脱，这边的解脱是指说已经可以大用无碍了，好，是指这个部分是指是在行的。大用的部分，好，再来说，为什么呢？在第九个的这个回向，特别举出说心，因为叫做无浮无浊解脱心的回向，就是这个回向。那个心是指什么呢？这边的解释说，哈，这个第九个回向的心是指这个行的体，好，所依的心要有这个心的一个，这边有提到说。大智之心，这个心是有具有智慧的，好、哦，也是能够行一切善根之行的所依，好、哦，所以说这个心是行之体所依的，好、哦，还有说解释这个心是心中能够所摄善根，好，这边就说心中所摄善根，好、哦，来说明，那这里就这边就有一个。简单的一个问答问题，就是说啊，为什么已经说无浮无浊解脱可以摄一切善根了啊，就可以回向了啊？那为什么说特别把心标举出来？好，那这边的回答就是说，是因为这个心可以通后面的。好，这边指说就是指这个心是在解释，因为后面的。解释有一千个门，就是指说，是指这个
这个回向里面的内容都不离开用这个来解释，不离开心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这边的回答就是说，这个是通下面十门当中都不离开心内这个心的解脱。好，所以读到后面的部分就可以了解了，因此会特别会标举说啊，为什么在这个回向里面会有这个心，它的重要性在这里。好，特别是为什么这样子？好，这个是来说明说啊，这个回向的意思。先把这个回向名称解释过后，好，然后再来就是解释说，那这个回向它的体性是指什么呢？好，这边体就举出来喽。这个体就是指普贤三业，好，这边就很特别，就是说，这边是指这个普贤的三业自在、广大、无碍，好，就从这个法体里面就特别是提出普贤菩萨的三业，乃至于后面的地方都是可以看得出来，都不离开普贤菩萨的三业，以及它具有的维系智哦，很维系维系的智也有10个，好，会很详细的说。那所以在这一个回向第9个回向里面哈，就是很特别，是在说这个普贤菩萨的这个好，他的所具有的特色特点在哪里？我们透过这个回向就可以了解哦。好，那再来就是下面的，我们之前已经读过这个最后面的，我们今天其实是要开始进入那个果位的部分哈。我们之前就读它的因，好，因究竟果一定圆满的，好，所以因位究竟果位就究竟圆满了。那我们还是可以先在一个大纲的。重点的，好，我们就因为隔一段时间，我们其实很容易就会那个好，会比较没有印象，所以呢，我们还是在一个很重要用几分钟的时间，把这个回向一个重要的，好，我们大概就是在一个复习一下哈，这一个回向里面呢，我们已经读到，先来看，也就是行跟果。好，这个是每一个回向都有行跟果，那我们还在行的部分哦，还没有进入到果。那行里面也有果，也有因跟果哦。我们再来看哦，行里面呢，就是指这个经文里面的行哦。首先是先举说，我这个开始进入经文了嘛，哈，前面只是那个解释名称、用意，还有它的体性在哪里。好，接着是直接进入经文，那经文就有长行跟那个偈颂，那长行里面有行跟果，好，首先是这个回向名称，好，那个前面的名称也帮我们解释的无福、无着、解脱跟心，好，就是这一个回向的一个名称。之后呢，解释哦，开始进入经文的解释，也就是说。经文里面有分，经文有分，他这边是解释说用1000个一个经文就是段落来说明哈，那细部一个一个就我们后面就会详细的看得到哦。首先是举这边就首先是先分成哈100跟900来看，那。不要被这个数字给吓到了，我会觉得哇，啊，读1000个怎么那个？其实经文里面会很清楚的帮我们，我会把它段落出来。好，那经文是全部是一句接着一字一句接着描述。好，那我们先来看，先从100个里面呢，先从100句的经文里面呢，是指说这个回向的形跟体体跟用。也就是指形嘛，形有分形体跟形的用，那么就是我们就用这个体跟用来解释，这个体跟用就占掉100段的100句的经文了。那后面再详细就分，
900个部分，那900个里面它就分十个十个十个，好，分十个里面都各有十门，好，这个比较详细的地方我们读到的时候就知道。好，我们先还是看这一个回向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结构，它的架构里面，先分，这个回向型的体以及这个回向型的用啊，为什么会讲体跟用呢？因为这里说，这边，我们还是要再来看，稍微来看一下哦。好，就是指这个普贤的部分，自在它的三业。好，还有再来就是说，体用自在了，就依体其用，好，纯熟自在。好，是指说这一个回向是从体依体起用的部分，就是这一个回向的用意哦，那是透过普贤菩萨的三业来表现出来。好，好，再来是我们先读的是长安的部分哦，长安里面就是行，我们看哦，好，行就是分体跟用。能跟所，也就是说能回的体跟所回的用，体跟用哦。好，那体里面呢就是在说什么不轻慢，不轻心以及积极长养，就是这个地方。那这里的经文特别是举说普贤此菩萨摩诃萨于一切善根不生轻心，就是不生轻慢心。好，经文是这样子描述哦，不生轻慢心哦。这个于一切善根，就所有的不管是多么的粗，乃至维系的一个善根，也不生轻慢心，不会去忽视忽略。好，这个是。总的来说，这一个不轻心、不轻慢心的这个，那后面呢，就个别标举出来哦，可以举有哪些呢？哦，有哪些的不轻慢心？我们可以看内容里面，就是这些生死心哦，不要小看了生死心哦，还有那个不轻色善根心，还有求一切，还有悔过心，哦，随喜善根等等。这些就从个别的举这几个，好，还有呢，乃至于恭敬合掌这样子的，因为是从心来启发，从心来做一个发动的，所以不离开这个。好，如果没有这个心来做启动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我们就等于是说没有任何的念头心念，就跟石头一样。但是这个心，我们可以让我们去分别说，这个是善根，这个是善法，好，是这样子。所以呢，可以我们有反省的心，我们可以去做忏悔，好，可以做一个悔过，好，那有善法的心呢，我们就可以随喜善根呢，还有呢对于佛的法升起这个信心呢，在这边。那这边的别的举这个几个种类哦。不轻忽生死心善根心，还求一切善根，还有悔过，还有呢礼他方佛恭敬合掌，这样子。好，就是从这个地方，从这个内容里面说，不轻心轻视，不轻忽这个心。好，那这个呢，不轻呢有两个含义，也就是说从佛果流故，而且能够成无上大菩提哦。好，法华经有这样描述说，乃至于一小因皆能成佛道，念佛的一生佛也都可以哦。好，等等，乃至于对于佛的出的一个洒扫啊，佛塔等等，好。洒扫这样也都有具有的这样子的善根功德哦，有这样子的一个好，等于说就从个别的里面来说，因为就不轻这个心，能够成就这样子的善根，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积极长养，能够积极长养这些，积极长养善根哦，就是因为前面说能何以能够积极长养，是因为不轻前面，因此就能够成进，就能够摄受善法。好，对于每一个的法不生轻忽轻慢心，所以呢，能够常乐于摄受所有的善法，一切的善哦，彼诸善根，好，一切的善法，好，这个是从总的来说，就是说积极长养是因为不生轻慢心，必定就能积极这个长养善根，积极长养善根。好，那积极长养善根有分下面的这些哦，好，如那个我们可以看，好，我们读经文好了，来，积极长养就是坚固不坏，而且安住这个彼善根，积极长养。那彼善根是指什么呢？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地方，是因为不轻忽诸善根，一切善根嘛。不轻忽一切的善，好，所以能够积极长养在这里。那经文是这样：坚固不坏，彼善根；还有安住思维长养，好；还有呢，执心啊，不选择，不拣择，好，不做分别拣择；还有呢，随顺诸佛境界，彼诸佛境界的善根等等，是在也因为不轻善根而能够积极长养。好，不轻忽，而且能够积极长养善根，是在这个地方，是从这个两个部分两点哦，我们到这里看到的是体性能回能回的哦。好，那所回是指用，体是能回，所回是用哦，都是指这个回向的一个行的用哦。好，那行的用就分广大回向跟甚深哦，广大是从跟甚深，好，这里面呢，就我们看哦，广大跟甚深，这边是指说，这边是特别是针对普贤的自在德用，好，他的德用的部分，好，还有呢，广大德用的部分是指说。设法广大跟自在，对于法的广大跟自在，我们来看哦，来看它的用。前面讲体哈，好，我们再强调一下哦，体是指说不轻心以及之积极长养善根，好，分这个是指这个地方。好，那个是指体哦，那用呢？用处这边就分，用的部分我们来看分哦，甚深跟广大，好，在这里用的地方哦，甚深跟广大，我们把它收小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哦。行用，好，我们现在是还是在这个那个用的部分，用就分甚深跟广大，好，那广大分哪些呢？广大是分总跟别，总的来说，种类就是说，总的就是这边已经举普贤的德用了，好，因为这边讲的是回向的用哦，行用哦，那这边是举普贤的自在的德用，好，好在这边，普贤自在德用，如经文里面看哦，这是这边经文说哈，菩萨摩诃萨以无福无着解脱心，好，这样子彼善根回向具足，普贤菩萨身口意业，好，这样子，从经文里面来说明哦。好，那这边的原因为什么呢？也就是说，用普贤的三业哦，好，由于普贤菩萨的三业能够广大跟甚深嘛。所以他能够穷尽众生界去摄化，好、哦，这边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好、哦，在就是在这个地方，唯有普贤菩萨的身口意三业才能够穷尽
穷尽众生界去教化，好、哦，有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哦。好，这个先把这个广大的部分哦，先帮我们说明。那别的部分呢？因为普贤菩萨的三业，身口意三业，才能够穷尽众生界去教化、去摄化嘛。好，那再来就解，再来就说身口意三业里面就包括因跟果。好，我们看到这个样子，就会帮助我们很完整的了解。好，经文里面是有一点长，因为它有后面就仔细的分哦，那个段落分100句跟900句合起来，一共有1000个这个经文。好，我们这样可以去分段落，是这样。那到这里，好，这边就指出普贤的因位跟果位了。好，因位呢是这边从他的三业里面有自在跟广大，那因里面呢也包括行跟德，因位里面有从他的普贤菩萨的因里面有行跟德哦。好，行是指什么呢？行是指说无浮无着解脱心，这个是行哦。修习普贤勇猛精进，好，这个是行哦。那德呢，能够成德呢，也不离开这个身口意三业哦。好，身口意三业。好，那这三业里面呢，我们上一个礼拜详细的部分哈，经文里面哈有这样子，有先从意业，那身业呢，我们看身业哦，哦，能够呢，度脱一切，还有得种种法门，哦，这边还有呢，见诸佛自在，好、哦，他这个修普贤行，他这个身业里面已经能够得见诸佛，还有他的语业，从身口意三业里面的语业呢，就说一言，好、哦，就说一言中能分别一切众生音声语言，好、哦，一音就能够调伏一切众生哦，好、哦，还有呢。他众生世间跟气世间自在，嘿，众生世间跟气世间自在这两个，那这个众生世间就一个众生身就能够容摄一切众生，好，以一身能够容受一切身，好，这样子。气世间还有呢，一花中能够令一切严禁世界皆安住。得普贤自在，所以呢，在这里面呢，众生世间跟气世间自在都不离开这个无浮无着解脱心，这个回向的一个好所要标举出来的，唯有普贤菩萨的三业才有办法达到这种无浮无着解脱心，好，还有他能够三业，因为普贤菩萨的三业究竟圆满，就能够穷尽众生界去摄化，在这个地方哦，好，有这样子的说，有这样子的描述哦，跟解释哦。好，这里是先从那个普贤的自在三业，先说他的自在的三业里面哦，自在三业就行跟德，好，我们看哦。那后面呢说他的三业的广大，好，自在跟广大都不离开三业，那三业的广大一样，前面是自在，后面是广大，好，我们看经文就可以了解哦。同样的都是，你看他的经文里面都不离开这个回向的名称哦，无浮无着解脱心善根，出生普贤微妙音声，充满法界，好，还有呢，普贤于念念中哈，见过去即无量无边世界佛诸佛，而且听闻所说法啊，就是说听闻佛所说法都能受持不忘，不会忘记的哦，好，
跟我们反复二圣，尤其是我们反复，我们就是听过，可能就忘记了。好、哦，那闻所说法受持不忘。好、哦，还有呢，于一切世界哦，普贤菩萨、哦、语业哦，演说诸法皆悉究竟。好、哦，他的语业就能够达到这样子了。那他的意业呢？他的意念这部分呢？好、哦，意念意业这个部分也是一样哦，都是用无浮无着解脱心的这个善根呢，能够得究竟如来智慧。好，于一切劫说如来智，这样具足普贤菩萨所行，这个是意业的地方。那还有包括神通，哈、哦。随顺诸谛神通，成就普贤菩萨所行，它这个意业的部分哈，所以在这里面呢，就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认识哦，对于普贤菩萨的一个认识，从三业的自在跟广大，哦，来认识普贤菩萨，哦，在这个回向里面是非常特别的，哦。好，那到这边是先把普贤的一个因位解释完喽，吼、哦，来，普贤的三业，因位里面因哦，就是他自在跟广大三业哦，吼、哦，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因里面有分不离开他的三身口意三业吼、哦，它分自在跟广大，那果位呢？普贤菩萨的果位要怎么来了解呢？就是接着我们今天要接着读的地方，好、哦，我们今天在读普贤菩萨的果位喽。好、哦，我们之前是读他的因位，那果位呢，从课本哈795页的倒数第六行开始是介绍，让我们认识哦，普贤菩萨的这个果位。那果位里面呢，用维系的智。来让我们认识，都是智哦。那当然还有包括行跟德啦。好、哦，智是最多的。好、哦，从这个智里面，你看，我们看这个智就可以知道说哪些呢？知世间智，知众生界智，好、哦，知众生的维系智哦。好、哦，还有呢，知菩萨的行德，知菩萨的位德，我都不离开智的哦。这个地方，好、哦，我们看仔细就，等一下详细看就知道。我们先。大概先看一下，就说知世间之众生之菩萨的行德，知菩萨的位德，还有知众生性智，好、哦，知世界，知法界智，知入劫，还有知维系，知法智维系，还有知无余智维系哦，吼、哦，是用非常维系的。那这个维系呢，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个一毛孔非常的维系？这个只有菩萨能够达到这个那么维系，等于遍法界所有的一切的维系，哦，它都能的这个维系智充满了这个一切哦，哦，这么维系的地方。那分十个范围哈，哦，我们来了解用十个来解释这个普贤菩萨的维系智哦，好，好，现在还只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这边是国位哦，哦，好，还是普贤菩萨的国位里面，先来看这个果的部分哈，好，第一个说它的世间智都是维系智哦，很维系的，那世间智里面呢，也分。能知之智跟德，能知之德，好，在这里，好，能知的智是指哪一这个呢？就是真实妙智，就说这个持无浮无着解脱心善根的具菩萨行深真实妙智，真实的妙智哦，是真实的维系微妙不可思议的。好啊，再来先说能知之智，然后维系法有哪些呢？好、哦，有11种的维系法哦。维系的法有哪些呢？这边哈、哦，有这样子的解释，说
所知这就维系的法嘛，哈，所知之事有为能知之智，所知的事与能知的智都是维系的，好。然后呢，另外一位法师说，辩供就是另外一位法师就解释说，此等这些的所知之事、能知之智，或者是所有的这个维系的智、维系的法，都是难知的，甚深难知，故名维系呀、啊。好、哦，甚深难知，所以不是我们二圣者或者是凡夫所能够理解的难知，甚深难知，所以好、哦，故名维系哦。好，然后再来经文就说，又接着解释上下经文的依据，这部经里面的经文就这么说：一法中有一切法，一法中有一切法哦。好、哦，其头秉然同时显现，没有次第的。好、哦，也就是说，当我们来看哦，我们来看这个，好久没看这个图了。好，这个图。为什么说一法中能够见一切法呢？就是说，当我们举一法的时候，好看这个一法，任何一法，这个圈就是这个，我们用 x 来代表一法，从这个 x 里面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它是具有一切的法。好，那我们可以带入任何的，可以举一朵花。花，或者是我们的心，或者是一个食物。好，举一朵花，它具备有很多个因缘。好，就比如说这朵花，它不能够离开阳光、空气、水，种种的，还有包括主人对它的细心照料。好，狂风大雨的时候，要把它移到比较安稳的地方，好、哦，等等，这样充满这么多的一个因素，包括在这里哦，或者是说，我们刚举花哈、哦，那花它有一朵花，它有红色、黄色，那这个红色、黄色，其实我们仔细的去研究它，其实这会涉及到说一个不同的。技术不同的科技里面，好、哦，为什么这朵花会是红色？一定有它具备这个红色的这个因缘，哦，啊，为什么它是黄色？也有它具备黄色的这个因缘里面，好、哦，那再来就是说，那种植的农夫，他去把它从一个种子或者是插枝下去，等等。种种的这个因缘，好、哦，我们举出很多种种的这个因缘，能够成就这一朵花，好、哦，或者是说，我们说举一个这个教室，好、哦，这个教室之能够产生，能够有这个教室，是我哪一位？可以说是哪一位吗？是 A 吗？是 A 把它盖起来的吗？好、哦，也不是。是因为 A 呢，他有这样子的心，他把能够有他这样子的念一念心，能够成就这样子。那他呢，还有很多的因缘促成他，为什么他要做这样子的这件事情？好，这样。那因此我们说这一个法，这个法里面，当我们说。一个法，好，不管是这朵花，或者是说这一间教室，好，或者是说我的周遭是充满很多个因素、很多个因缘，而有这个我，好，因此我们就是说，为什么可以从一法当中能够具含一切法，就是这样子这句话，他说一法中有一切法。当我们说一法的时候，其实是不能够离开所有的一切的法。才有这一法，而且这一法是不能够，有自性不可变的，有自性的，它是这一法是无自性的这个法，才能够成就这一切的法哦。好、哦，所以这一句里面哈、哦，
精准上下经文，好，也就是指说这个回向的这个法里面，好，在经文里面，乃至于说这一个回向里面的经文里面，都来说明说一法中可以含有一切法，都具有一切法。一法跟一切法，就一跟多是同时性的，好，不能够同时，就是说它没有先后次第，或者是谁比较重要谁比较次要，它是同时的，齐头秉然同时显现的，好，同时显现的。就像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会比较容易了解，因为后面的这个一法中有一切法会常常出现，我们在读这个经的时候会常常出现，好，那我们就再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照镜子，或者是说海印三昧，它就在一个海平面上或是一面镜子，当它在照的时候，好，我们照镜子是同时性的，好，没有说哪边先照哪边后照，好，海印三昧一样，经文说如一海印三昧，三罗万象同时秉现，好，不管是声闻缘觉等等，所有的一切，嘿，凡夫等等，全部同时都应现，那就是指这个一面镜子一样，好，那它是用海印三昧来解释这样子同时性的。那因陀罗网就是可以解释一种无穷尽的，重重无尽的这个，好，那这边是先说这一句，一法中有一切法哦，同时显现，好，就是指这样子的。那这边的经文就这样子说，好，经文怎么描系呢？有十一个维系法，也就是指这十一个哦。如经文里面色，知色之声之刹之劫，好，那个劫数无量劫的劫哦，色声刹佛刹，还有世间方，好，时间术法，还有业之报，还有清净等等，是一切的，好，就是举维系法里面，好，再分这么多个详细的部分，从经文里面分 这些的维系的法，十一种的维系的法。那再来呢，德，这个地方能知之德，这都包括是在世间智里面哦。德有哪些？也就是说一切维系，如是等一切维系，因为这讲的所有的一切维系智哦，德啊、位啊、行啊，好，一念中，好，皆悉了之。再来说随顺普贤菩萨所行，成就普贤真实智慧哦，离恐怖心，离愚痴，离善乱心，离散心乱心啊，而且调伏诸根，一心一心正受，善分别诸法，而且善安住智慧心，行普贤行，这时候能够随顺普贤菩萨回向心。这边是指这个能知的这个德的部分，能知之德，好，能知的德，还有能知的智，那就维系的智哦。好，再来说知众生，知众生的维系智，好，这边都不离开维系的哦。好，那维系智有哪？也有十个哦，十种所知跟能知，好，都会从十个来了解所知跟能知哦。所知里面呢，好，就是这边知，从这个范围，这边是指从众生，前面这个是指世间哦，好啊，这边是指知众生的维系智哦。知众生的维系里面有分哪十个呢？知众生生死，还有呢，牲畜啦，生生啦，生的种类，众生种类维系，还有呢，众生界，众生行取，众生的行哦，还有众生的境界维系。好，这个跟这个是放在我们众生的这个角度来看的，生死啊，我们去生死啊，生跟死啊，等等一切处所啊，众生处，众生的生，还有行，众生行，好，还有知众生的取等等，这些个维系智具备这个地方。那还有呢，
前面是所知，然后再来能知。我们看哦，前面这个先，首先第一个是知世间嘛，哈，同样有都是能知跟这个第一个是只有能知的知跟德，第二个呢是能知的德跟，也都是只有能知，但是它后面有十种所知，有能知跟所知，但是这里就是只有能知的智跟德。好，第一个，好，那第二个是有能知跟那个智跟能跟所能知的能知之德跟所知，好，十种所知是什么？就是刚刚我们刚刚念过了。那德在这里，能知的德就是指这边就一句哦，如是一切维系智维系哦，一念中都能了知，一念这已经很深细到一念就能够达到这样子。一念中系能了知，修普贤行而无懈怠。好，这边是指这个部分，从能知的德，还有呢所知十种所知，好，这是指众生的部分哦。还有知菩萨，好，这边的菩萨呢是指这个初发心等，好，这边是指初发心意等取一切菩萨，就能够取一等，从初发心就能够取一切菩萨。这边的意思，从初发意，举初发意等取一切菩萨哈，那这边有也是维系哦，行的维系跟所知的维系。好，行诸行都是指菩萨的，前面是先说世间维系智，再来依次第知众生维系智，再来知菩萨的行德维系智。好，菩萨的行德维系智就在这里，行诸行维系就是指如经文说哈，以此无福无着解脱心善根呢，悉分别知。分别知哦，在这里哦，初发意菩萨等一切菩萨诸行为系。好，分别知初发意，一直到乃至于一切菩萨，好，都能够诸行为系皆能够了知哦。再来是举所知的为系哦，现在是指菩萨诸行。好，现在所知是指也是指菩萨哦，所知的维系又包括哪些？是指菩萨的部分哦。好，菩萨处维系，菩萨自在维系。好，还有呢，游行无量佛刹维系，还有菩萨的法名，还有菩萨的净眼，还有呢，具足身心维系。好，他接下来。接着经文说，往诣诸如来大众维系，还有诸陀罗尼智门，好，后面维系我就不念。好，还有再来菩萨无量无边无所畏地一切诸遍方便演说，好，这比较长哦。还有呢，无量无边三昧相维系哦，还有一切佛三昧，见一切佛三昧，还有庄严三昧。还有呢，法界三昧，法界三昧有智慧哦，自在三昧智慧，还有三昧智慧维系哦，都是指菩萨的哦。还有菩萨受持敬未来三昧智，好，这样子，好啊。再来就是我们看这最后的这一句说，修习一切菩萨广大甚深无碍三昧，究竟一切种智哦。以究竟一切种智得方便地，一切通地分别十义地，还有菩萨离痴智、哦、修习普贤无量诸行为系。好，在这边是 stop 放在全部都是指菩萨的部分，所知的部分，好，所知为系。那这边特别是举菩萨的一个21个的为系智，好，就是指菩萨的行德，而且知道菩萨的位德哦。好，普贤菩萨这个维系智，他具有这个维系智里面可以知道菩萨的行德，还有菩萨的位德。好，那
未得大用，就是这个未能够有大用，能够这个未得大用智这个地方，未得的这个大用智哦。那这里呢，可以分未行未成满以及得，好、哦，这样子的区分哈、哦，所以呢，在这个未得的部分呢，就是要成这个普贤的自在行德啊，吼、哦，这个普贤自在行德。那前面呢是指说未这个菩萨未得里面就包括行为的部分。那行为里面是指这个行为是指这个从生兜率天呢下生下来呢，然后八相成道等等。我们等一下看经文就可以知道说他这个经文的描述。好，就很清楚了哈、哦，入胎、住胎、出胎，好，一直到八相成道，从那个兜率天下，生，好，这边的解释，生兜率天，好，生上生兜率天，好，就也可以说明是说的是未满大用，好，还有八相等等，好，到这边我们经文呢，我们留的等一下我们先暂停一下哈，我们接着等一下再来继续读它这个经文的内容哈。好，我们接着来上后面的。刚才我们有好，下课的时候讲了一下那种传法的这个内容然后好，所谓的传法或者是应该是指这个法的部分呢，我们把这个法好这样子传承下去啦，是在法的部分然后。不是在个人的那个部分哈、哦。好，我们刚说好读的未得哦，这个地方哈、哦、有那个这个维系里面十个维系嘛哈、哦。好，十个说普贤的维系自在十种维系哈、哦。我们先读第一个知世间知众生，好。知世间维系，知众生维系，知菩萨行德维系。好，再来接着是菩萨的位德哦。那位德是指说哈、哦、大用智，位德大用哈、哦。好，这边从经文，这个菩萨的这个位德大用就包括哈、哦、八相成道，好、哦，还有呢，我们来看里面详细的这个地方说哈、哦，一念中哦，都是不离开一念的哈、哦。悉知菩萨一切住维系，还有知菩萨地，菩萨地维系哦，还有知菩萨种种行，菩萨出生回向维系，还有得一切诸佛藏，好、哦，分别智慧，好、哦，还有分别智慧。到哪里？跳过去，好，菩萨地，菩萨种种行，出生回向，好的一切我佛诸佛藏维系，还有呢，分别智慧，大愿神力自在，大愿神力自在，好菩还有三昧，好，这边是演说菩萨三昧，菩萨神力方便，还有呢，菩萨应维系，还有一生补处哦，好。这边说菩萨一生补处维系，好好，接着说生兜率天，还有呢天宫处天宫哦维系，还有庄严严净佛刹，还有观察人中维系，还有放大光明菩萨了达家法维系，还有呢眷属法维系。还有一切世界受生法维系，一生四一切生命中维系，好、哦，啊，后面就开始，有涉及到八相的部分哦。菩萨生入母胎维系，除母胎，还有呢，胎中，在胎中我、哦、显现法界等大众自在神力维系哦，处在这个。那个住于母胎当中就能够现法界的这个自在喽，还有呢，再来呢，在母胎中呢显现一切佛自在，好，生法维系出生，
菩萨生法为系哦，还有呢，游行七步，好，无畏智，好，在王宫方便法，还有呢，出家求道，调伏诸根，还有菩提树下做道场，好，菩提树下坐，还有成降魔成罪正觉法为系，好，从这个八相成道者的内容都包括在这里面的为系的哦，还有呢，做道场放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哈、哦，再来就是这个部分呢，就是已经是那个就像我们刚看了这个用嘛，好、哦，未得大用哦，好、哦，未得大用里面呢，先从后面的未得大用说，得一切等等等一普得一切的这个维系。啊，再来呢，入胎、出胎、八相成道为系，啊，再来呢，教化了，好、哦，开始呢，这边是八相成道内容，再来讲菩萨成正觉之后呢，做道场，还有呢，普照十方，好、哦，使成正觉之气，遍不离本座，遍十方，好、哦，那遍十方呢，去教化说法。还有呢，那个佛光呢，普照十方哦，还有显现如来无量无边自在神力哦，还有狮子吼、大波涅槃教化一切众生，哦，未曾有失为系，好、哦，菩萨佛在教化我们呢，是这个时节因缘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知道我们的因缘什么时候好、哦、到了，来为我们摄受教化，好、哦，还有呢。知如来金刚菩提心为是，还有显现，这个是佛的这个大用嘛，吼、哦，维系智的大用，住持一切世界，还有于一切世界尽未来解施作佛事而无休息维系，究竟受持一切法界维系，还有虚空界等一切世界，为化众生故，普现佛身初心于世维系。还有呢，一如来身现无量身为系，最后一句去来现在一切诸佛智慧眷属为系。好，从这十个里面来表，这边有42个啦。从经文来看，有42段经文来表示说，这个位行位成满。的这个德能做大用，未得大用智，好、哦，再来下面，再来下面接着是属于能知之德哦，能知哦，好、哦，能知之德包括哪些呢？就是一切功德，好、哦，如是一切功德为系，我当系之，好、哦，还有呢，具足究竟。到彼岸清凉示现一切，还有念念中智慧充满，得不退转哦。这边的我们来看，这边字有一点太小了，把它放大一下哦。没有把它调过来，好，这边这样放大就比较清楚了。嗯，好，我们来这里前面呢、哦，能知的德，前面是行为嘛，哈。就是他的这个位，然后再来是能知的德哦，能知的德包括哪些部分呢？一切功德为系也当知，还有呢，具足究竟到彼岸清净示现，念念中智慧充满，得不退转。嗯，好，再来具足普贤回向功德，受持一切如来菩萨所行哈、哦，还有呢，再来。嗯，好，我们看普能安稳一切众生修菩萨行哦，好、哦，能够安稳众生，让众生修菩萨行，而且具足菩萨诸地功德，能够具足菩萨诸地功德，得金刚床回向之门。好、哦，这边还有呢，演说一切微妙法无所伪失，还有呢，念念中究竟了知，失意不失意，好、哦。失意不失意的诸功德，好，那于不失意出生失意，好，
出生失忆，好，不是那个我们所谓的那个所谓什么事情不如意的那个失忆，这不失忆的失忆意思哈，啊，出世法门等等，得智慧地，好，再来一切菩萨皆悉同等哦，好，敬畏来记修菩萨行，未曾修习有具普贤行哦，好，再来。远离什么呢？具普贤行，远离一切世间妄想及语言道。好，具足受持大愿自在。再来最后一句说：修行，修菩萨行，未曾断绝。好，这边说念念中啊。那修，好，还有呢，不只是念念中，还有修菩萨行是未曾断绝的，就是这个是菩萨行是菩萨的一个誓愿。哦，是没有停止过的。好，这边说的是未得的部分哈。这十个维系哦，十个维系里面的第四个，知道菩萨未得维系哦，在后面第五个哈，知众生性智，众生性哦，知众生性智呢，也是有分十个。好，所以每这边加起来。我们看每一个都十个嘛，为什么后面就是指的这个？好，后面就是说会有变成是一千个，一千门，但是一千门它就把它收摄到十个里面来。好，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它把它结，就说一个收摄到这个后面，我们来等一下我们读就可以知道了哈。来看，因为我们先读它这个细部详细的地方，好。现在我十个维系字里面的第五个，第五个呢就是知众生性智哦，就是有分所知跟能知，好、哦，十种所知，还有能知之德，好、哦，十种的所知就是在这里，好、哦，知众生性哦，那知众生性里面就包括知一切众生性智。维系都跟智有关系的哈，每一个都有智，就是还有呢，入一切众生，分别众生性智维系，具足演说众生性智，还有呢，染着众生性智维系，还有众生不动性智维系，还有众生动性动跟不动，还有呢，无量无边去众生性智维系，还有不可思议。众生种种行智、行性智维系哈，再来后面众生无量烦恼性智维系，还有无量清净性智维系哦，这是所知哦，所知哈，好，这个所知里面也就是有包括众生部分清净跟染浊的，好，那能知呢？众生性智里面的能知之德，能知之德在这边哦。如是等哈，这边在讲经文说，如是等一切众生性智为系智，于一念中都不离开这一念的哦。如实了知，好，而且调伏安稳，如应说法而不失时，好，这个是佛跟菩萨，而且是比较高算是如同普贤菩萨这样子阶位的，能够如应说法而不失时哦，而且常转法轮摄众生，说诸法门，好、哦、说诸法门修菩萨道。为什么要说诸法门？因为众生无边啊，无量啊，要种种的法门去教化，还有智慧具足化身，好、哦、也是化身无量哦，在这一位这个阶位的菩萨化无量身哦。那因为有无量菩萨嘛，要用无量身来教化，好、哦、安稳众生悉令欢喜，还有慧日普照哦，深入菩提心，得菩萨自在智觉悟安住。好，再来最后就是说修习大乘智，究竟普贤行。好，到这里哦，好，这边是第五个的维系智里面的分两个，所知跟能知，好、哦，两个部分。第六个维系呢是知世界哦，知世界智哈，这个维系智里面十个维系里面的第六个知世界。
那世界里面是指三世间哦，三世间自在哈、哦。那同样也是跟智有关系的哦。好、哦，它是分是怎么讲？维系智呢？是从智从境，还有呢智即系。好、哦，就这样，维系在智中，维系哦。他们解释说，维系在智中，会智即是系。或还有这边说，维系智者等等，后面经文就等等，维系就是指智从境为名。好，我们来看他这边的经文如何呈现出来。我们来看经文就说，分别虚空法界等一切世界自为系，一切世界哦，先从这样子来，一切世界哦，那这边哈。哦就跟世界有关系，一切世界嘛，小世界、中世界、不净世界、清净世界、无比世界、杂世界，好、哦，杂世界智维系，广世界智维系，狭世界智，还有无碍庄严世界智哦，一切世界诸佛出世，示现一切智维系，还有演说一切世界智。还有呢，一生充满一切世界，哎，无量光普照一切世界。好，再来呢，一切世界一切诸佛显现自在神力智维系等等，在这个地方。好，我们再看一切法界作一佛刹智，好，一佛刹作一佛刹作一切佛刹智，好，还有一切世界如梦智维系，还有呢。一切事件如电智维系，就如梦如电，好、哦、这样子的维系智，这样的维系都能够了知，都能够具足。这边是指的是第十世界的智哦，好、哦、那在这里就是指的这个德在所具备的这个地方，好、哦、智即德，在这个地方这里表现出来，好。在后面就是小结一下这个能知的德，能知的德呢？结能知之德哦。前面是我们看是从这边是从好，先这边是讲说智从境智即系，好那。分种跟别来说，那这边最后做一个针对这个世界字的一个小小的解说，是指能知的德。好，那能知的德的经文里面这样子描述说，哈，一切世界字为悉字嘛，哈，悉分别知，而且究竟了达菩萨诸行皆悉如幻哦，能够了达又能够知道是如幻。而且再来，究竟普贤菩萨行自在智，得普贤菩萨名观，还有得一切菩萨行无有休息哦，悉离颠倒，见一切佛及佛自在，得无碍身，智无所依。哦，好，依善根法无所染着，心之所行悉无所有，而且舍离哦，舍离诸方坚固之相，哦，严禁菩萨所行之相。好，未曾取一切诸相，不着众生三昧庄严智慧哦，智慧随顺一切法界，于一切世界修菩萨行，于一切世界修菩萨行哈、哦。好，在这里就属于这个能知的德，能知之德哦。透过这个经文，让我们了解，好、哦，它这个维系智，包括在这个地方。那这边就是指这个三世间，还有呢能知这个德。好，再来十个维系里面的第七个知法界智哦，知法界哈、哦，这边有举所知跟能知，同样也是有的是有能跟所哈、哦、啊，有的只是只有能或者是只有所哈。哦不一样，那这里举的是所知跟能知，能知之德在这边。那所知呢？所知也是分十门哦，有十个嘛，吼。
所以这样总数加起来就很多了。总第一句的总就是指说深入无量法界智哦，这边是举所知哦，法界智嘛，所知的内容是指法界无量法，深入无量法界智是为所知的总的。那个别呢？个别就有十个咯。个别是哪十个？就是演说一切法界智，度广法界智，还有分别不可思议法界智啊，分别一切法界智，还有一念中充满一切法界，等观一切法界智为系，还有一切法界境界无所有智，还有观察一切法界无碍智，解一切法界不生智，最后呢身哦，身体哦，用身持一切法界自在智。好，这个是这十个是指个别的部分，前面是总，总是特别标举说深入无量法界智。那个别呢就是个别，好，个别举出来有哪十个的这个，包括分别不可思议啦，分别一切法界啊，一念中充满一切法界等等，好，分十个十相。好，再来还有一个小节的一个地方，节呢能知的德，好，哦，这边内容也是分的蛮细的哦。这边就是指说，开始这边能知的德里面有包括成普贤行、得无碍行，哦，还有呢。究竟成就平等智慧，入普贤菩萨行门。好，哦，这边这样子。好，哦，还有呢，随顺世间，行语言法，常乐极尽，不舍时意。常乐极尽，不舍时意，还有智慧清净，灭除虚妄，一切所有系非坚固。哦，好，还有这，其实经文是蛮精彩的，描述的非常详细，觉悟无量一切法界，觉悟。无量一切法界。好，再来，一切世间平等不二，一切诸法亦复不二哦。哦，这边是不二了，在这个地方。好，这个是第七个维系哦，第七个维系是知法界智哦。好，第八个是结，入结。哦，那入结里面可以包括，啊，能知的德。好，来看哦，先举这个。首先第一句说能分别一切诸结智，结一切诸一切的结，哦，就是那个，哦，就是所谓的一切的结包括哪些呢？后面就举说一念即是无量结，长结短结，有佛结呢，或者是无佛结，哦，一切结，还有说一切结非节制，哦，而且一念中觉过去现未来现在以未来现在即一切诸结无与智为系。哦，首先就是十个里面就先说无量劫即是一念哦，无量劫即是一念智，一念即无量劫，哦，经文这样子。还有阿僧祇劫即是一劫，啊，一劫即是阿僧祇劫，哦，长劫即是短劫至长，短劫即是长劫，哦，就是详细的分这十个，那总的就是指说一切诸劫，哦，这样子就可以方便我们以后看到经文就可以知道说，哦，那这个这边的劫里面呢，哦，第一句，哦，一切诸劫，然后面详细的再详细的举出来有哪些，哦，这个是经文里面的一个描述的一个模式哦。好，再来结的这个结小结结这一个第八个维系哦，属于这个入结的这个部分哦。好，那小结的部分说如是等一切结嘛，哦，因为前面先举总之后才是。也有十个，好，然后这边就一个结说如是等一切诸结哦，一念中，好，哦，一念中以如来智知，如来智就能知得一切菩萨行圆满，好，哦，得普贤菩萨究竟行，行得一切
的一切离虚妄心。好，好，这边就是这个心就提出来了。哦，这里在这个地方，因为前面我们这个回向不是很常常前面的经文常常出现，此诸菩萨以无福无着解脱心回向，那不是有一个问答吗？啊，为什么特别标举心呢？好，然后回答说，哦，这个心其实是通下面所有的，哦，到了那个内容的时候就知道了。好，所以为什么说标举心也很重要呢？好，它这里就出现了，经文就出现了，这边经文就出现说，如是等一切诸劫一念中以如来自知的一切菩萨行心行一切菩萨行圆满王心哈，还有呢，得普贤菩萨究竟行心，还有呢，离虚妄心，还有不退大愿心。哦，还有呢，是得四性无量无边世界网中一切如来遍充满心，哦，充满。还有呢，菩萨行心，闻此诸佛善根菩萨行心，与一切众生得与一切众生大无畏心哦。还有呢，诸佛出世初心是心。还有呢，行菩萨道无休息心，再来得一切世界中如来身业充满菩萨身心。好，所以我为什么在这边就出现，就是前面开头就有问说啊，为什么不要举心？好，那回法藏当时帮我们解释回答说，后面就会提到是为什么，因为这个行呢是必须要有这个心体还有所依心，好，后面就可以通诸行。所有的回向行不离开这个，好，在这边它就经文就出现了。好，好，那再来是第九个哦，我们讲的十个维系里面的第九个叫做知法智，法智哦，十种维系法智哈，哦。好，那同样也有能知的德，还有这种维系的法智有十个哦。好，维系的法智呢，那十个是代表要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指说，法体具德，一切即一等名，法用相即，还有呢，理事相即，要表现出理事相即，法用相即，而且体是具德的，法体具德哦，还有体用善巧，哦，这十个维系里面，知法智维系，知法智维系呢，哦，它其实是包括有四个，就是让法用相即，理事相即，还有体用善巧，哦，经文里面就是有十个十段经文哦，在这里。好，同样的以此，哦，以此，哦，就是这个回向的名字，以此无福无着解脱心善根知无量甚深法智维系，圣法智维系，杂法智维系，还有庄严法智，广说一切诸法智，哦，还有一切法即是一法，哦，就像我们刚刚 看的那个图，一切法不离开有这一法，哦，怎么叫出来，奇怪，哦，在这里，哦，那就说一法不离开一切法。好，当我们说一法的时候，其实要把一切法都要含括，同时含括进的，那一切法也是一样不离这一法，因此呢，没有这一法，一切法其实也不能成立的。好，那一切法要成立的话，也不能没有这一法。好，所以说一法中见一切法，一切法不离一法，这个是同时性的，我们不是用一种前后或者因果关系去做这样子的了解，好，哦，它是同时性的，好，这样可以了解哈，哦，好，再回到这边说，所以呢，一切法即是一法智为系，一法即是一切法，还有一切法系入非法智，哈，哦，非法入一切法，
亦不违法自维系，哈、哦，就一跟多，这个是彼此不会相违或者互相妨碍，哈、哦。好，在我们再看，比如说我们看一个灯光跟十盏灯的光有没有互相妨碍？没有哈、哦，一灯之光跟十灯之光都是可以互融的，那而且是同时的，是并存在的，好、哦，而且彼此不会互相妨碍，乃至于我们说。照镜子，我这个镜子放在这边，后面所有的一切镜像同时都映现出来，好、哦，都可以同时显现出来，那也没有次第先后这样子的关系哦。好、哦，或者是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那个因陀罗网好了，那个珠子，因陀罗网是第四天那个天宫的那个装饰的那个珠宝，好、哦，如果我在一个珠子上面点一个黑点哦，点一个黑点，那所有的珠子里面都可以彼此映照出来，都有黑点，都可以看得到的。好，所以我们从一珠里面，一颗珠可以看到，一颗珠有黑点，一切珠都具有黑点。这样子，这样就可以很清楚让我们了解它这个。这段经文的意思，那我们刚刚是用一个举例啦，哈，从因陀罗网、从无尽跟海印三昧，这样方便我们来理解这样子的一个经文要表达的意思啊，哈。好，这个是这个维系法字十个，好，再来最后一个，这个能知的德啊，十四个，第九个维系字哦，好，它的德是哪些呢？这边有一点问，跑掉这个字太小，把它放大一下。好，在这里哈、哦，经文里面说能知的德有哪些呢？好，包括说，如是一切诸维系法哈、哦，以无碍智嘛哈、哦，能了之得一切行，一切行同一行心，而且得究竟无量无边法界心哦，得无畏力分别法心哦，还有安住诸无碍行，好、哦，以一切智充满住根，一切佛智正念方便皆悉现前哦。还有呢，再来普入一切诸如来，示现一切菩萨身业，示现哦，示现菩萨一切身业，还出妙音，妙音，好有身啊，这个妙音是口业。还有呢，身业能够入一切如来身哦，哦啊，语业呢出妙音声普现世界一切佛所，哦，还有呢，意业呢可以看这边得威神力智业，哦，得威神力智慧意业，好，哦，智慧意业呢再来出生无量方便一切种子，好，哦，修普贤行得不退转智，好，哦，到这边。还是在不离开普贤的这个所修行的一切的这个不退转智，好、哦，好，在这个地方表现出来第十个哦，不，第九个哈、哦，知法智维系，好，最后一个十个维系智里面第十个哦，第十个里面哈、哦、说知无余智维系智，好、哦，无余其余的，好、哦。在这说的是其他的哦，那这边的解释是说哈、哦，所谓的知无余智的维系是说先列出十种所知嘛哈、哦，然后再来还有能知哦，好，先说十种，再来说十种能知呢，再来说这个哈、哦、量智，这边的智是指量智，从理起。名出生，知无不净，名无余。好、哦，这个量智，其实在有一品里面是，我怕我会记住，我怕我可能会记忆有点错，应该是指十名品。我们等一下来开打开十名品，说
理智跟量智哈，理智是是指的是这个获得是一个可以说是佛智一切智好，那量智是指教化众生的这个化用智量智，所以量智可以无量无边的量智，是为了要从教化之用，所以这边说。量智从离起名出生，知无不净，名无余。无余也就会告诉我们说，这个维系智呢是无穷尽的，知无不净嘛，无余嘛。好，所以呢，到了这一个十个维系里面的十个呢，也可以说是总结这个之前的几个维系智哦。好，无有。就是无穷尽的，吼、哦。那这边知无余维系智呢？要举所知跟能知哦。我们来看所知的这个里面，就是指在这个地方，出生一切无余，出生一切佛刹，还有出生一切众生诸通智慧无余智，好、哦，后面都是用无余智来说明。前面的出生一切众生心无余智维系，出生好出生等等，中间就是指所谓的一切众生心无余智，还有随时说法无余智，分别一切法界无余智，还有虚空界等生世智慧哈，一切语言道法无余智，一切世间诸法哈，还有离世间行法，离世间行法无余智维系。第十个这个维系智里面的十种哦，那个所知就是其余的无穷尽的，哦，好，那能知的德呢？能知的德同样是在这边哦，能知的德，哦，到最后可以看得出来哈，有一点，这是我个人主观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要把前面的十个维系智把它全部收摄过来。到了第十个维系里面的能知之德，如经文就说，就这样说，修菩萨行，安住普贤行，随意随位，随意随位。好、哦，还有呢，如皆如实知，如梦如电如幻如想如化。好、哦，还有即灭一切法界，无有真实，无所染着。好、哦。出生诸佛平等智慧，皆悉究竟修普贤行，出生维系智哈。当然最后这十个维系的这第十个呢，它是用一个能知的德，能知之德哈。但是从经文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读出来？就是说，因为第十个叫做无余嘛，知无余智维系，那就是穷尽一切的智，好。等一切，这个如是等一切出生智维系，一切如来道，一切菩萨，一切众生维系智，普修菩萨行，安住普贤行，随意随位，皆如实知。哈、哦，如梦如电如幻如想如化等等这样子。那好，暂时是这样子啦。有没有可能是在收摄？因为这边是结。能是可能只是在指这一段而已，就是这一小段，就是指后面的皆如实知等等，即灭一切法界，无有真实，出生诸佛平等智慧，好、哦、等等。那会不会有可能是指？当然，针对这个经文，也许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说，它是如梦如幻如电如想，所有的这些维系智哦，哦。皆如实知，那当然没有线索，可以说是指前面的九个维系字，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如电如幻如想如化等，好、哦，这个可以，先照依照经文解释好了哈、哦，不要做过的一个连结好了，我们就是指这样，皆如实知，好、哦，这样的如梦如幻等等，如幻如化。好，先到这边。那这边是十个维系字哦，我们把它
读完认识完了，读完了，哦，所以到这里为止，我们是把普贤的果位，好，再来哈，因为这一个回向呢，都是在讲普贤的这个回向是普贤的三业因跟果，还有他的智慧，还有他的行德，好，在这个地方。来说明这个回向所累积出来的这个善根哦，吼、哦，那果位，我们刚读完果位喽，果位里面，好，我们看这样子就可以很快了解，就是说这个果位里面指的法设法广大，设法自在，还有十个维系字，好，我们刚读完十个维系字哦，那在果位究竟这个地方，它重点是要告诉我们呢，是什么呢？平慢之法，还有呢，重重之法，相即相入重重之法，还有呢，维系持甚深之法。好，在这地方，从这边来告诉我们，它是重要，是要表现出这样子的一个特色在这里哦。那同时呢，也这样子的区分，告诉我们说，它是有法的自在。设法自在，普贤哦，普贤是说，普贤菩萨，他这个果位上面哦，果位里面设法自在，还有维系智，来说明这个普贤的果位的究竟。那前面是在讲他的三业因位，是在因的部分哦，因位分自在三业跟广大三业。好，这个是我们。对于这个普贤的一个了解，三业的里面是从因位里面，哦，那因位的自在里面有行跟德，那广大的三业呢，也是不离开身与意啦，哦，就是在这个地方，那身与意这三个地方就包含了哪些呢？广大三业的身与意里面就包括体用、因智跟果智，好、哦。还有呢，说的是身语的深广跟意业，意业是在设法的部分。好，就是这样子，从因跟果，让我们了解普贤菩萨的三业，自在跟广大，这是因的哦。那果的部分呢，是放在他的设法的广大跟自在。好，我们可以一个重要的一个。把它记得，把它记下来，就是指，因为是在三业，三业的自在广大，那普贤的果位呢，是放在他的法的广大跟自在，好，三业跟法，还有呢维系智，好，这个地方我们等于是完整的把普贤菩萨的第八个回向，特别是在提到普贤的这个三业跟他的法。从因位跟果位，让我们很清楚认识普贤菩萨的这个他的一个详细的内容哦。好，这已经是一圣普贤了，跟我们刚刚读那个二祖智演大师帮我们分的那个三圣普贤哈、哦，跟一圣普贤就不一样哈、哦。三圣普贤特别是提到的是那个《法华经》的，好，我们再看一下《法华经》的三圣的普贤，好，那。华严经的一圣的普贤在这里有分人呐、啊、法啦、啊，还有行。好，那特别是我们读到的这个十回向第八个啊，不不，第九个。好，无浮无浊解脱心回向是在这个地方，是他的这个回向行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那还有呢，如果真的要把普贤菩萨这个部分。详细的开展出来，其实还是要合并离世间品跟入法界品合并一起来看，是非常庞大的一个要了解普贤一个很完整的这个地方，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去详细的来认识这位菩萨了哈。好，那我们这个部分已经是把，哎，我们看看，好，回到这里哦。就是指说，好，他的广大回向在这边
我们等于是把它结束了。后面的我们来看，我看我刚刚好哦，就是指的是广大，是指回向的部分。好，我们现在还是现在就是已经是指说，回向的用，我们的体已经读完了，回向的体哦，形体哈、哦，然后这个用里面分，用里面分那个两分这个两个部分哈、哦，就是广大回向跟甚深回向，好、哦，这样了解哈、哦。甚深回向就是我们这一品里面有三个回向，就是众生菩提回向跟实际回向嘛。好，那我们刚才读的广大回向呢，是因为会跟众生的有相关，还有普贤的行跟德这个地方三业，普贤的三业，因为在这里的广大回向里面的那个提到说普贤的三业要就近，要那个三业要就近圆满成就，才能够去十方法界去摄受教化众生。所以呢，这个地方还没有进入到甚深的回向，也就实际的回向啊。哦、那虽然只是广大的回向、哦、可是已经把普贤的因位跟果位表现出来了。好，那后面的才是接着读那个实际回向的部分，也就是甚深回向、哦、好，那甚深回向里面比较短，也不多、哦、我们留着等一下再来继续读这个部分。好，接着我们接着刚才我们、哦、其实在下课时候谈到这个平等啊，就是我们不是会有说，哎，刚刚说什么平等，众生平等，对不对？那个好，可是这个众生平等，我们要看要解释的时候，其实要很注意啦哈。啊，落到实务上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这个解释上会有一点不一样啊。好，就是如果我跟一个可爱的动物之间的相处的方式，我如何去做平等哈，众生平等，哎，这个可以稍微来注意一下哈。好，下面是好，我们刚才刚结束那个回向的这个用哦，行的用，好，先从广大的回向，那广大的回向哈，我们刚才看到的部分其实有提到众生的部分、哦、在这里这边，那这边是要表从这个解释里面呢说的是广显普贤自在的德用哦，那这里面呢从那个普贤菩萨的三业里面来做解释、哦、我们就可以看这个地方从因跟果的地方来了解这个广大的回向哦。好，那后面是接着是说广大的回向、哦、就是指这个身口意这个地方，普贤菩萨身口意业这个地方三业、哦、好，接着后面是甚深的回向呢，那也就是我们之前其他回向提到所谓的实际回向、哦、这边说的是回向甚深，好，那这里依据内容呢，我们看经文里面呢有十句的内容，十句的内容就是等于分十对哦，经文是二十句啦哦，来这边看分二十对，好，那这个经文里面这样子区分包括哪些，它十对里面是包括什么呢？所谓分事法与假实，假跟实，事与事法，还有菩提菩萨，哦，这样子一对，还有体用，哦，体用是行是体，出生始是用，体跟用，还有呢法
人跟法，哦，还有呢，生或者是熟，所谓的熟是指说不调伏、不调者是根熟，好，这边生熟是指不调者是根熟。嗯，这边的解释，我们等下看经文对照来看第五句，哦，在这里，不妄取调伏，不调伏。好，经文意思是这样。那这边的解释是指说，不调者是根熟也。嗯，好。然后第六个解释是行根愿自他啦，施受因果或者净智。好，十对里面是这样：人法、净智、因果、自他、行根位。好，这几个。好，那再来呢？也就是说，分这十个内容是在说明这个，因为是由于前面不是有80个门、80句的经文，我们刚读过，是在表示说广大回向当中的诸事，所有的事项上、事件上面，就是指广大回向当中的诸事，吼、哦，这样子。而且呢，是在说广大自在之德于彼法无妄执取，而且不须妄取的意思，是不妄取。好，不妄取啊，再来后面这一后面接着，后面接着解释这个经文里面说，甚深的回向，就是指后面就接着说要做甚深的回向，跟由于不离开前面的，他说这边就解释一句话说。此等就是上面广大回向中的诸事，好，因为前面是广大回向啊，现在是甚深的回向嘛，好，这样子，好啊，这边甚深的回向就是在这边有10个经文表示，10段经文哦，好，还是第一句会先举出来说，哎，菩萨摩诃萨以此无浮无浊解脱心生跟皆悉回向，好。啊，后面就接着讲10个，有哪10个呢？不妄取世间及世间法，不妄取菩提及菩萨，不妄取哦，不妄取菩萨行及出生始道，还有呢，不妄取一切佛及佛法，还有呢，调伏不调伏，吼、哦，善根以及回向，还有呢，自己及他人，还有呢，施物及受者，还有呢。菩提及菩萨行及菩提，还有妄取法以及解法，好、哦，就是这个地方啊，很短，10句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广大回向当中，就这10个经文里面，啊，10个经文里面就包括哪些呢？意思是要说明净智因果、自他行愿、人跟法啦，施或者是施布施或者是接受者等等。好、哦，不须妄取，是皆不须妄取哦，在这个地方，好、哦、是作为叫做甚深回向的内容，好、哦。那这边这个部分呢，我们等于是把我们读完了100段100句的经文，他这边说是百门嘛，就是100句的经文，好、哦，100句的。经文在这边，好，前面的20、60，再加上这边前面的20句，好，100句的经文是分体跟用，吼、哦，要了解吼、哦，不离开能体能回跟所回向，能回向跟所回向形跟体，好，那回向的形体20句，所回向的形用是就是80句的经文里面，我们就是举的经文里面。好，在这边我们刚读完就是，好、哦、都有阅读，我们都有读过，在这边好、哦、行用里面呢，行的用呢是在于广大回向跟甚深回向这两个部分，好、哦、在这里，这是行跟这个是用，那体在这里，行的体是在这里，好、哦、好，再来就是指体就是不轻心啊，不轻慢心，还有积极长养，好、哦。这个地方，那行跟用就放在这个普贤菩萨的三业，吼、哦，那个德自在德用这个部分，好、哦，
这只广大啊，甚深，甚深就是在这边。那甚深里面呢，好，就是指说不妄取，好，因为彼法无不广大自在智得于彼法无妄，不起虚妄执，好，就是指此等是上面广大回向中诸事，就是指说哈。这个甚深回向是指实际回向嘛？哈，是针对着前面的广大回向当中所有的诸事情。好，广大回向诸事情是哪些呢？哦，就在这里，就是这60句的经文。哦，我们再来稍微的再强调一下，就是指这个身口意业啦。哦，还有那个。因跟果啊，普贤的因为跟果位这个地方，好、哦，布出这样子的这个内容，这个范围里面所帮我们解释的部分哈、哦，好，不妄取，就是针对这个那个前面的广大回向的诸事件、诸事情，好，到这边我们等于是把100段的经文哦，解释这个。回向行的这个体跟用，吼、哦，体跟用，指这个能跟能回的体跟所回的用。好，那后面呢？这边有900个，就是指是把前面的部分做收摄到10门来里面来，因为有900段经文嘛。那我们前面有读过100段了。好，那前面的这个100个经文里面，是每一个都各有10个。我们刚不是有10个为细字吗？十个什么？十个知众生、知菩萨、知法界。好、哦，每一个又各有10个嘛。好、哦，这样还记得吗？哈、哦，好，那后面的这边就是把前面的再把它说分为这个10门来解释哦，就是。类于900中列10种，好，然后来解前面的100门所属这边啊，因为前面的100门，再来后面就是后面剩下这900个，也是用一个收摄过来。前面是我们读了900段的经文哈，是个别详细的开展出来，那后面做一个收摄，好，所以呢会从。这个收摄里面就收摄到心跟身了，心跟身哦，是针对这个回向来做一个后面的，对，因为前面的那个经文有900段的经文，做一个收摄到心跟身，吼、哦、啊，来看吼、哦，我们来看，分为10个嘛，吼、哦，它分成10个段落来收摄前面的那个部分，那3个呢是指3业。还有业报啦、净土啦，哦，还有所化的部分，我们可以做一个先看这个的解释哦，是说这十个，就是指这10门，这10个嘛，哈，从1、2到后面到10个，这10个都是无碍自在、无拘自在而生善根，用来回向，哦，具普贤德，所以呢，都说。是故都说为无浮无着解脱，好、哦、这个意思，好、哦，好，这边是，所以到这里就说广略，不管是广说或略说，总是1000门大回向尽。好、哦，那再来就是结，做一个就是把这1000句的经文段落好了，好、哦，收摄为2个。心跟身，那10门10个哦，1门是指心，9个是指身。那心就是指这一句，就是把第9个回向的名称，就是指这个这一句，就是指收摄在心里面。好、哦，就是指无浮无着解脱心善根回向这一句。那后面是9个是指身，好、哦，就是把前面的。我们读过那个10个维系字啊，吼、哦，10个维系字里面每一个又各有10个，
就是这个部分，那收摄到这边，好，所以有十个，有这样的经文出现说，无福无着，解脱身，解脱口，解脱业报，世间佛刹，还有众生，还有法跟智。那这样是不是可以稍微说，哎，我们刚刚不是有读过十个维系智吗？还有知众生界维系智啊，知法维系智，跟知法界维系智，还有知菩萨、菩萨行、菩萨德维系智等等，这十个里面，在这里同样也都有提到，就是在我们依据这样子的来了解，可以回到前面的详细的经文，就可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好，后面把它结前面的所有的经文都是属于身的这个部分，这个范围里面，那总的心就是 一句而已，就是指这个回向的名称在这里。哦，好，所以一共加起来是十句嘛，十门的，十门的意思。哦，到这里等于是我们把第九个回向里面的这个经文，哦，我们读完之后，这还是在为那个行的部分，长行哦，行的部分果还没有读，虽然说 行的部分也有读，读到那个普贤的因跟因位跟果位，哦，那个也有读过这个部分，但是那个地方是放在那个广大的回向里面，从差别上是从因跟果上面来了解。那这边还有特别是针对这个果的地方哦，哦，我们等一下就接着就可以看。好，先结一下这个部分，一千门大回向，嗯，是有重复到，哦，其实是这一句呢，好，一样的，重复放一次，好，就是这里哈，哦，一千门大回向进，好，再来结名，哦，还是回到第一这个第九个回向的名称，哦，就是前后呼应。这个回向名称从我们开始进入经文解释经文的第一句，以及这个经文的行位行的部分结束，也是跟第九个回向名称是一样，等于说前后呼应，都是这个回向的名称，好，一致的。好，到这里位行结束咯，后面是指果，来看果，哦，果里面呢有分，哦，行果跟味果，哦，这个地方是特别有这样子说，哦，果中有分行果跟味果，啊，哦，因为之前的几个我们来看之前的看回向里面呢，长行是只有也是味行跟味果，然后它只是果里面没有再特别分比果，好，也就是说这一个回向里面特别说比果里面就是指行果跟味果，它这边依这边的解释啦，但是这个样子分类跟前面的行果跟味果特别多出一个行果出来，之前都只有味果而已，那只有行跟果，好，长行里面就是行跟果，那在这个回向里面特别就是分出来，除了这个长行之的内容，行果特别加一个行果出现，好，在这个回向里面特别出现一个行果，那之前是只有味果。好，那行的果里面呢要说的是说，哦，这个回向，这个第九个回向呢，同哦，他解释说同三世佛菩萨的回向，跟三世佛的菩萨回向是一样的，哦，而且包括得正教满正法，哦，得境界同善根，哦，所住都是大悲，住于大悲地，哦，大悲地是所住， 哦，同一个境界，同一境是指真地，哦，还有呢不伪，就是不爱多，这个里面要告里面的经文的意思就在这里哦，
从经文里面来看呢、哦，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解释呢？第一句说与同三世佛菩萨回向，就是指这一句哦。经文怎么说？经文说与三世诸佛一切菩萨回向同等。好、哦，然后第二句经文说成就安住三世诸佛一切菩萨回向，还有呢与三世诸佛菩萨回向得不退转。好、哦，都是跟佛有关系的三世诸佛。好、哦。啊，再来呢是跟佛的教，好，随顺过去就是三世啊，过去未来现在，随顺过去一切佛教，未来一切佛教，现在一切佛教，佛所教的齁、哦、还有呢法满足过去诸佛平等哦，这边讲的是平等正法哦，齁、哦、这里讲的是行国、哦、行的国齁、哦、包括诶，我们看第五句的内容是要说什么呢？就是指说满正法，就是正悟的正哈，正的法是在这一句经文，就指的是三世诸佛，也是跟第一句是一样的哈，都是未来现在一切诸佛。然后呢，这边说满足过去诸佛平等正法，还有呢未来现在的平等正法，诸佛平等正法，好。那后这一个经文里面都跟三世有关系的，还有呢行过去一切诸佛境界，三世这个境界也是等三世诸佛，行过去一切佛境界，未来一切佛境界，现在一切佛境界，都跟三世诸佛有关系的。好、哦，还有呢后面这四句就是指四句说与三世诸佛善根无异，而且呢住三世诸佛所住，与三世诸佛同一境界，不为三世诸佛、哦、都跟三世诸佛等同、哦欸、是在境界啦，还有呢法平等正法、哦、善根啊佛所住啊等等，在三世诸佛都等同、哦、在这个里面就是指行果的部分哦。好，那位果呢？好，位这个果位有现成的果跟转生的果，现成的果呢来看哦，现成的果有分两个，就是行坚果跟圣果、哦哦、这边跟果有关系、哦、坚果好、嗯、特别这边讲一个坚果很熟悉哈、哦，跟我们常吃的坚果一样。好，这边的坚果是指什么呢？对于一切众魔邪业所不能坏，而且细能摧伏众魔邪业，好、哦，这是这边是果是坚固的，不会受到摧毁，不能被破坏的，好、哦，一切邪业啦，而且能够摧灭摧伏，好、哦。啊，圣果呢是指哪些呢？好，这边都属于行的部分哦，是指行的坚果跟行的圣殊胜的，好，包括圣行教化跟离染都是殊胜的，所以称为圣果。好啊，圣果里面我们来看经文就很就是这样说，经文说普现一切世界行菩萨行，善方便广为众生说诸佛法，而且舍离愚痴，随顺一切佛法智慧哦，这是属于行的殊胜，好，行胜果，行胜的果，好，先这两个坚果跟圣果这两个地方哦，好，这两个是现成的哦，现成的果哦，哦，好，那转生呢？还有个转生的果也是殊胜的哦，我们来看转生在这里。转生能够得什么的眷属，这是从外得眷属，内成得内跟外，好、哦，外得眷属，好、哦，外得眷属呢，里面呢怎么描述呢？经文说哈、哦，菩萨摩萨随所生处，好、哦，不论在哪里出生之地，不管是在行住坐卧一切。
常得不坏眷属。哇，这个真的很棒，得到的眷属呢都是非常的不坏，就是指这个非常的外得眷属应该是很殊胜的，不会有这个有所障碍啊什么的，得外哦，外得眷属的殊胜哦，殊胜的国，外得眷属国，就行住坐卧等一切常得不坏眷属，这样子。那第二个转生国的第二个内得成德果，成德的这个果德的地方，成法器德，成身行因缘德，果用德，还有因果无碍德，好，这个解释里面就是包括这样子。那经文怎么说呢？经文描述说得清净念能闻持三世一切诸如来法，成法器德啊，尽未来季节行菩萨行啊，未曾休息，还有无染浊得普贤行，诸愿满足得一切智，还有呢施作佛事得诸佛菩萨无量自在。好，那等于这五段经文就是对应到前面的这个，就是成法器德，身行缘因缘果用，因果无碍，因果无碍就这最后这一句，施作佛事悉得诸佛菩萨无量自在，就是经文里面。那我们看的这个解释可以协助我们了解，在这样子的意思。好，现在呢我们是把这个果把它读完了，行果跟未果，未果就是指现成马上就是现在就能够成就的果，就是坚跟胜，行的坚固果跟行的殊胜。那转生一样，转生所获得的能够获得眷属跟内德成内的德，内德部分。好，所以在这个回向里面就特别分这个行果跟未果，那之前是从未果的角度说。好，那到这里哈，我们等于是把长行部分读完了。好，这一品的长行啊，不是这一品，第九个回向的长行我们把它读完之后，读完就是行跟果，好，那接着就是寄送了。那寄送同样是不离开那个长行所要讲的内容，长行里面有体啊，体行的体，还有呢广大回向跟回所成果行的体里面，就是指这个回向的形体。好，我们前面的那个长行里面行的体是包括什么呢？来，在这里形体跟用，体跟用是形的部分。那果，果就特别分行果跟未果这两个部分。好，那行跟行的这个回向行的体跟用呢，在寄送在这里指行的体是针对这个这一个回向的寄送里面指的是体只有很短，那很容易了解那个体就是包括那个不清心，还记得吗？还有积极长养，不清心嘛，就是未曾有慢心，这是寄送里面说未曾有慢心，一切诸方无比尊，还有呢亦复不起嘛，本所修功德业，亦复不起慢心，还有呢所修一切诸功德，不为自己及他人以无福无着解脱心回向饶益都是为了要回向饶益的，还有呢永离一切至高愿，舍弃骄慢心，还有呢身业，所起身业，身业，还有劝请说法种种行，
这边说的是这个形体，还有呢，广大回向跟回向所成得。好，那这边的广大回向就是从因跟果，也是在讲，也是举这个普贤的因位究竟。好，其余的呢，就是在说因跟果。因果圆满，先从因，再从因果圆满，两个那个这个角度。好，因呢就是指这一句，所作无量功德，饶一切众生类，安住无着解脱心，回向一切诸如来。哎，这一句就跟我们这个回向就是很类似，很类似我们这个第八个回向哈，无着无佛解脱心嘛哈，因为哦，那后面的果。因缘果满，前面是先把这个因的究竟，再来是指果。那果呢？果就分哈，就是我们刚读的十个维系字，每一个维系字里面各分十个嘛，所以加起来为什么经文会有九百段的经文就是这样子。好，那这边他用四个，应该说是四个项目啊，好，就是指世间维系智、众生维系智、知识界之心智之根之业入劫跟菩萨行为大用，菩萨行为大用哦，好，这边，那这边的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因为偈颂很短哈，我们可以这样子，好，世间无量群生类啊，种种方便等，现在分具足分别知。好，这样子哦。那再来呢？知众生为系智，就是这里。好，世间所有种种生，都有生业之所得，觉悟无量生死行，好得不退转智慧门。好，这个是。那知世界智呢？在这里哦，在这里维系圣福，维系圣妙福世界，深入。菩萨深入智慧门，于一毛孔悉了之。好，它这个地方就是很维系的地方。还有知心智，好，在这里我们看经文，哦，明者了知即一心，嘿，因为我们这个回向里面也有跟心不能离开这个心，好，在这里，而且呢，这个心呢能够觉悟智慧门，应该这边还有讲的，一切众生无量心呢。明者了知即一心，明者是智者皆能够清楚明了，不离一心，因为众生无量，那心就无量，都不离开一心，知心智，还有呢知根，好，知根智在这里，一切众生种种根，上中下品各不同，但是菩萨悉了知，上中下品无量的。还有呢，业种种的，那也是一样，众生种种业啊，上中下品差别等等，都能够分别知哦。好，再来呢，入劫，我们刚刚提到长劫、短劫、有劫、无劫，三世等等。好，这里不可思议无量劫啊，能了知即一念，一念是一念就能够收拾一切的劫哦。还有一切众生无量行哦，爱慢诸劫各不同，好，我们的习气啊、烦恼啊，整整个的都不一样。那菩萨别相分别是都能够知道，也不舍离无相观，都能够清楚知道，同时不舍亦复不舍无相观，也就是。对于这些种种的相能够清清楚楚分别了知，但是能够用无相观去观照，你看这边有平等相、不为平等相等等，因为后面的我们刚读过一段是知如电如幻如梦，在这个那个有一个一段经文是这样描述哦。好，再来是行位的大用在这里哦，这边我们前面常常有读到嘛，
那这里就是指这个入胎出生，还有在宫出家，或者是转法轮涅槃等等。嗯，好，我们可以，因为记诵很短，我们可以阅读的比较轻松快速，好像就是住兜率天呢、啊、入胎，然后出生哈、哦、等等，还有呢在宫殿里以及出家做道场转法轮降魔波涅槃，好、哦，在这个地。这个部分里面都表，这个经文里面，好、哦，有不是经记诵，好、哦，我们现在读的是记诵，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也是不离开前面长廊我们读到的哦，好、哦，只是说用记诵，我们再把它回复一下，恢复记忆一下哈、哦，在这里哦，好，然后这个再来呢，住兜率天，好、哦，这句兜率天大导师在生兜率天，还有呢入胎。再来，示现降神除母胎，无量自在大神变，好，还有呢，出生，好，到世间，好，世生，在这里，示现无量自在力，还有呢，好，这边这样说，人中狮子出世间，好，还有呢，观察一切众生类啊，好，那看见观见众生莫无欲啊。哦，等等，好、哦，然后再来大狮子吼出妙音，我为世间第一尊，好、哦，就是这个佛的这个所具有的，好，然后再来呢，出家喽，好、哦，出宫殿，但是舍家学道，好、哦，这个寄送，还有呢，做道场，成等正觉，哈、哦。再来转法轮，好，在这边寄送里面，嗯，转于清净妙法轮，而且如来身无边际等等，演说无穷尽哦，这样种种庄严最胜法，皆悉充满于法界的遍一切处啊，这个法界是无穷尽的哈、哦。好，在涅槃或涅槃哦，我们看这个经文里面，在这里，好。示现波涅槃，分布设立其塔庙，而且如是种种无量行，如来演说佛所住一切如来诸功的究竟遍知，到彼岸，这个都说明佛的这个等等的这个无量的清净功德，还有呢，劫的这个的善根的回向哦，如是种种无量行，于一切劫无休息，好、哦，未生忧戚行，不会起有任何的这个。烦恼啊，或者是什么的，好、哦，但是这些善根皆悉回向，我们之前这些所说的，好，再来呢，大果之行义，好，大果在这里，随顺觉悟，殊胜行究竟回向到彼岸，好，还有再来呢，第一句说诸佛自在力，及佛无量诸功德等等。好，普为一切众生说，一念中悉觉悟，而亦不舍菩萨行。好，在这个地方，好，那哦，还有后面几句哈、哦，其实后面剩几句的偈颂，我们也回所成果，在这个地方，还有呢，好、哦，我看我们等于是今天，好，我们今天其实可以把第九个回向做一个结束好了，剩下这两个几个偈颂而已哈、哦，来看。这边是入刹解所行之行，就包括这样子，哦，无量无数一切劫生解即一念，好、哦，这样子。那后面这个呢，是指什么？好，在这里，回向所成之果，哦，最后的这个，好、哦，这边是分两部分，行果跟未果，就是指这一个。第八个回向，特别是哈、哦，它的这个果位分两个行跟位这两个地方，好、哦，然后这边是在讲行果，我用颜色区分，啊，后面是在讲位果，是这个地方位跟行，它的果哈、哦、特别分两个，好、哦，在这里，那行就过去一切诸如来啊，未来现在诸导师等等，还有呢，好、哦，分这两个，
好，那等于是说，我们把这第九个来看哦，广大回向，这是寄送的部分哈、哦。好，寄送也结束了，我们也很快的，因为寄送比较短。哦，好，就是这个部分，我们等于今天是把第九个回向做一个一个结束哈、哦。第九个回向其实还是蛮长的，但是呢，我还是在跟同学强调一下，第九个回向其实很重要，是在把普贤的一个很完整的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一个回向很值得我们仔细的读哈、哦，把普贤的因跟果以及它的三业，好、哦、这个地方，好它的维系字，特别是在这个地方，很值得我们去了解。因为普贤有分三圣跟一圣，那他解释是跟《法华经》是有一点不太一样了哈、哦。那当然都是在强调这个普贤菩萨的一个特点特色。好，那我们今天等于是把第九个回向我们读完了，下个礼拜我们就读那个第十个回向哈、哦。第十个回向之后，好，等于这一品也剩下没有多少了。好，我们现在先做回向，好不好？好，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